再到现在回过头去看，我特别感谢我小时候有一些经历，我反倒觉得特别珍贵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有些东西我真的体会不到。但是你说的，就是说这种啊、呃，咱们都是小地方长大的这个孩子啊，嗯、其实我有个观察很武断啊，嗯，就是往往有些天生呢，生存环境比较优越感的孩子，嗯、今天也是我的朋友哈，嗯，我经常会发现，其实我很希望成为他们，就是他们就是我口说我心。 嗯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就是很得意洋洋的，对吧？嗯嗯。嗯但是你看，我注意到你说话里边，这个你要叫自卑吗？还是叫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看他时时刻刻会注意，就说，哎，当然我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他会注意到就是说这种，哎，我说的，呃，别人会不会同意？嗯。或者说我说的有没有让别人觉得我在吹牛？我说的有没有人别觉得我我我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？ 你觉不觉得有点自卑感的人呢、啊？经常在跟人交往中啊，往往有自己的这个觉察，就对自己的一个提醒。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，就是就往往会好像自信心不足，有点对自己的正确，呃，就是不太确信。我现在不自卑，我也不观察别人，但是我觉得要带着谦卑。我小时候曾经在做团队之前，我是个人工作室嘛，那就找我的戏。 跟我合作，就选择两要还是不要了。但是有时候我在推拒绝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心，因为别人本来找你的。而陈坤，你当时是顺利，当然也不要太过分，但是还是伤害了别人。而当我在做做团队的时候，在现实意义上，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了不应该做这个事儿。是我终于知道，我也成了以前去向他们来找我去演戏的那个比方。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在后悔，而是我觉得是，其实我们就是一张嘴巴嘛，有时候逞嘴巴一时之快，因为我不自卑的缘故，我觉得每个人还蛮平等的。我最近一个一个就一个体会，一个老师跟我讲了，我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管是什么，你能不能在你这一辈子里面把你天生的这些东西能够再进一步，就无论是你对自己的个性的觉察，那自卑可以导就导致成你退一步你就。 你自毁，再进一步是你怎么用它，你变得谦卑，你可以变得更丰盛。那他说一个人是这样，就一种文化都是这样，就讲大一点。那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你忽然生在了中国，你忽然碰到了中国的文化，你忽然，那你这一辈子能不能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，你能够再进一步？他说这个再进一步就是最大的一个力量。所以我就觉得你天生是什么？ 自卑、自信都不重要，自信也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，让你茫然，就是你漠视其他人都可能啊。任何存在都有两面性，包括刚刚您讲的那个，我脑子突然跳出一个话题，对我打断一下，是我的认为是，我又被另外一种观念洗脑，是我相信了本自具足。 我相信回到原点是本自具，所以刚刚涛哥说、啊，你可能是学的是那一套的，就是内观型的。这就是、呃，也是王阳明的心学啊。<对>王阳明心学是就是五性自足啊，就是一切都在我的这个心里。对对。但这样呢，你就得把这个心撑得，撑得足够大，对对对装下自己也装下别人。我现在觉得，你看，呃，我觉得我就有焦虑，就是，你觉不觉得我们很多的不快乐是什么呢？是要如意，就这个事情。 特别是很敏感的人，我估计像你这搞音乐的，就这个事情必须是按照我我想象的那个发生，差一分都不行。所以呢，你在生活里处处都是不满意，因为多少总会差一点。然后呢，这种不满意呢，再变态一步，我觉得就会导致我的另一个焦虑就是什么呢？他们说这个我老讲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强迫症啊，就是。 说强迫症有一个特征，就叫无限放大小概率事件，就是说杞人忧天呐，比如说今天出门会不会掉一个砖头把我砸死，这是个千万分之一的，但是呢，你要有这种焦虑的人，你就会觉得要出事儿，老会觉得好像担心的那个东西会被你放大。你你你你有你有这感觉吗？阶段型的会有，我我觉得我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，有一点点这样。 觉得自己要得重病，了啊，就是莫名其妙的。你去医院检查，没有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就是焦虑。啊，这有一种叫疑病症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想想出病来是吗？有的时候是，如果你不开心了，无论如何你都是不开心。你去找大夫，大夫说你没事儿，我也不开心。 就是那个事情，你是知道的，<是>对不对？就是原因你是知道是因，因为你的你你就是不开心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嘛。人会掉入那个那个那种状况里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呢，我觉得我现在肯定不会在，在这在这个在这把年纪，在这个时刻肯定不太会。对对对，<laughs> 就像我我也像他说的，我至少我我可以，就是我并不寻求认同感这个。 就是我我我已经对认同感并不感兴趣。其实有的时候像他说的，比如我交朋友、听音乐或者去旅行，我其实想找到我不知道的东西。对对，就、嗯、对未知的好奇。对我想了解跟我对跟我我不了解的东西。可如果仅仅是认同你都对，那我我觉得就挺无聊的。现在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啊，他实际上都在打坐。 就过去我跟这个隔得比较远啊，我总觉得打坐往那坐那儿心乱如麻呀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现在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啊，都跟我讲的，我每天我得打坐，就像你一样。这个打坐你觉得它有什么帮助？打坐很好。打坐，打坐眼睛发亮了。我跟你讲你可以去试一试。我自己是无意之中的就会打坐，我打坐也不是对的啊，但我觉得起码在现实意义上有一个东西是它。 你可以静一下，当你心心静下来的时候，脑子啊，逻辑思维就开始放缓了，那你心里自然的感受就会出现。那种平静是真正喜悦。当我发现我打二十年坐之后，我再也不想打坐了，是什么呢？就因为打坐是无处不在的，但是您一定打坐，打坐特别好玩。对，<laughs> 打坐你一安静下下，你的脑子会乱麻。刚才您说的，实际上一直在，只是因为平时呢，因为处理的事儿多嘛，那个空间被占有了。 当你开始打坐了，只是平时存在脑子里面那东西被你清晰看到，了。哦，才如马，其实平时也在。就是要有这能力，你能这样看清，你都不用打坐了。可能王阳明这个心学讲的就是嘛，<对>就是说，呃，打坐，但是呢，好像心思能够比较宁定了啊，但是一碰到事儿又不行，所以他就得跟他的门徒们讲，<对>你得在事儿上磨，你得凡事儿都得在事儿上这个。 磨练，我不知道亚东你有没有什么管理情绪的招？其实有的人适合静下来，有的人适合乱中取胜。嗯，就我觉得很，就就对我来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大卫林奇一个导演，他也做音乐嘛。嗯、其实我看他书的时候，他就跟你的说法一样，他喜欢打坐，他觉得带他到了一个全新的，呃，怎么说从未触碰到的那么一个层面，他可以感受特别多东西。其实我觉得。 对我来说，这种形式都是会放大你的，比如说喝酒，有的人说喝酒可以写出好的歌，那有的人是真的喝酒可以写出很很多歌，可是有的人喝酒就变成一个满嘴脏话。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放大那个他自身的东西的。其实有的，比如说，呃，有的人打坐会觉得啊好恐惧，突然变成调动起他，嗯。嗯 没有触碰过的，但是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，这也有可能。所以我觉得，反正我是觉得，嗯，借助这种借助某一个东西，我我一直不想依赖这个。哦、嗯，一定要放下这个<我>。就苏东坡不是说嘛，说这个佛说酒能乱性，说这个道说是酒能养性。他说我呢有酒就学道，无酒就学佛。所以所以这就是你怎么，就<好>是,是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。 所以我觉得像您做的这个行走什么，就是你可能对我来说啊，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你不断看到一个更大的东西。我最近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震撼是什么呢？我因为我在学一点德语嘛，我看到一个特别长的词儿，什么 a n t a x f r u 什么词儿这么长？我一查，是我们中文叫一种昆虫叫蜉蝣，哦、就是那个，<游>然后它德语特别长，是把它就是拼在叫一天的虫子，就这个虫子它就活一天。嗯 然后那个那个《诗经》也有写到了，就是国《国国风》就有写到他，他说他活一天的虫子，但是他就是那个衣裳采采，就是他活的都是那么漂亮。然后我就想，天哪，这虫子活一天，他忙什么？他知道自己就活一天嘛？我在想，如果说我们人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看着你，觉得你们在忙什么呀？你们也就活一天，你的时间在他看来就一天，你们忙什么呀？哎，这就是古就古人讲的，这个也可以做正反两方面的理解。 一一方面讲叫夏虫不可语冰，嗯，就是只活一个夏天的虫子，你跟他讲冰，没有没有没没有意义。但是这个通常就是让人们会以为，就是说一个鸡怎么可以揣测一个鹰的境界呢？哈，但是其实反过来想，它活了这一夏天，灿烂的一个夏天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圆满自足啊。是圆满自足。而且呢，比方说你刚才讲这个。 这个英国有个大哲学家叫罗素，这个罗素我就因为我挺关心这个情绪问题，他说啊，很多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不快乐啊，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内观，就是他说我总琢磨自己，总呃心思比较敏感的人还琢磨的特别深，后来他觉得呢，我的不快乐好像就是因为我总琢磨我自己的情绪，我太注意我的情绪了。 就是太注意哪疼哪痒了，太敏感了。后来他说，他有一次在一个火车站，他就试着，他就观察每一个上车的旅客，然后就是猜测他背着这个包，他是要去往哪个方向？哎，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、嗯？然后后来他就说，他说后来我给我种花的那个园丁，那个花匠，他说我觉得他比我快乐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津津乐道地跟我讲，那兔子昨天来了，怎么把这个花给踩倒了？我又怎么怎么把它种起来？他完成了这个，他很快乐。后后来他发现呢，他说我一个快乐之道是什么呢？反而表面上看是跟你讲的相反的，就是说注意力要向外，嗯，就注意力不要老向内，老琢磨自己这点情绪问题，嗯，就是没有出路。 他说：“后来我发现，我这个注意力向外的时候啊，嗯，我自己的快乐，呃，自己的不快乐，好像消失了，就不重要了。其实我为什么说你刚才讲的又统一了呢？其实你注意力向外，等于是把你的心量嗯放大了，放大了。就是这个世界，就所谓这个世界，它都在我的心里。我要是只对我自己，越弄越抑郁，越关心自己的情绪问题，就越抑郁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 呃，我我有一部分赞同，嗯，但一部分呢，我在听的时候，我脑子下意识在反应啊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是因为朝外看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多关系，对，你会保持保持一个你好了和不好跟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的，但你往内在看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是跟你有关系的，所以你会更痛苦，嗯，所以当你的注意力朝外看的时候，你带了某种旁观性，所以外在那个。 那个痛苦，别人疼不是自己的对对对，是这个。你刚刚说的罗素这个方式叫转念，当他注意到自己有这个念头跟情绪的时候，他以转移这个念头的注意力到外部，而转移了对这个事情放大的恐惧。嗯。但是呢，我的态度是，我想遵循一个方式，我不想仅仅通过转念，因为这这不能根本解决。我想找一个根本解决的方式，就是所有的念头和情绪我都观察到，但我不我尽量练习不放大你们，我就全部拥抱你们。 他慢慢他会自己平静下来，当然这个需要不断的练习，他当下不一定会解决，就等于我一直一直练这个，练很多很多年，就当我发现我的看到别人好，夸嚓我就嫉妒那一刻的时候，我也不要谴，很多时候我为了道德方面，我开始谴责我自己，陈坤你怎么能嫉妒别人？你不是个高尚的人，不，后面这个道德这一夸话全部放下，我只是看到我在嫉妒，没有对错，我只是看着，过一会儿就没了。 就我很希望往这方面去练习，反正我都闲着没事儿嘛，我 <laughs> 就是有闲，我我就觉得这好难练，这这我觉得很难弄啊。啊我对我，我我倒是正好有一个相反的感觉。这是一个小小观点，我是跟您分享的，嗯、不是,是对的啊，对对对对不是，但是我认为它也很有可能是对，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。我觉得反正我我自己就是特别难达到。但我有我有时候我在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那么喜欢出去行走，就觉得好像你的心情会平静很多。第一个，先把你换一个环境，因为环境对我们影响挺大的。 走到山里，但是呢，我们给他要求是不要说话，完了、哦、就止语叫止语。完了之后，<样>你在这个山里走，你只眼耳鼻舌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先静止了。你当然不是强制性的，你关掉一时的时候，其他东西会也许会增强。嗯，又放到了一个也算是好山好水自然的地方，你去，但是你的注意力在那去觉察你的心。但这个觉察心的，这要看每个人的灵性。有些人是看到心，全是看到烦恼。 他就放弃了。有人觉得我的眼睛全部被我我看到的全是美景，他不想看清也无所谓。这个就是他这个本来这个形式呢，有点有有有点因人而异。你说这个止语啊，就甭说这个不说话了。我我们都有一个体会，我们去拍那个那个《强强行天下》，就是因为你拍这种这个真人秀的节目，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得带着麦吗？嗯、对我跟易军还有这个徐老师。 我就发现呢，就甭说不说话，不不能说真心话，你都熬不过二十四小时，<laughs> 你知道吗？都坐车上，哎呀，说两句什么，一看这儿有个麦，是吧？到最后就是实在就忍不住，能不能给我们摘了？就你已经觉得很不痛快了，就是不能私下里讲这些个真心话，怕被录进去，就已经很折磨了。而且止语，我觉得亚东你就应该很有体会。 你平常就跟直译差对、啊、我就他一直在直译。对，哎，反正是我觉得，嗨，总之就是都是麻烦，特别就是我觉得是说也就活着就很累，怎么都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都都没办法。所以做音乐唯一好的地方是，你可以不用说话，算是他说的那个状况吧。你你在音乐里去找那个感觉，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音乐。 我在北京做做的歌，前两天我去美国的时候，我在路上听我的音乐的时候，突然变了，那个音乐的感觉突然变了。其实是因为环境变，像你说，我离开了我习惯的那个部分，突然变得很轻松。其实我听那歌像听别人的歌一样，或者说那个歌是外地歌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突然变了一个感觉。可是我其实我特别开心。 我回到北京都是开心的，我觉得我写的特别好。可是再一听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就不对了。嗯，不行，我还要改，我还要修改。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嗯嗯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，呃，我们也我也特别喜欢到处跑，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在自己的习惯里，特别害怕离开自己的那个习惯。我也是，嗯，很害怕。就每一次让我去旅行，我都。 啊，百般的推脱，就是我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我烦，我不想坐飞机，不想干嘛。但是去了就不想回来。没错，你只要去了，<laughs> 那一刻你就突然发现一切都都变了，是你无法无法想象的。我以前特别爱拍照片，到处拍，嗯、但是我都会询问人家，就是我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但是很多老外都很好，他们就啊，当然了，没问题，还给你做表情什么。因为现在太频繁。 那直到有一次我，我我和一个中国的摄影师朋友去，他在拍一个放羊的人的时候，突然那个人就回头说：“哎，他其实是觉得，他不愿意让机器对着我。其实我理解他啊。那一刻开始，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再也没有拿机器拍过任何人。啊，我我就不愿意再拍了。事实际上，我是觉得我不想打扰他，就是就是这样。” 就是我至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再也没有拍过路人啊。我觉得我不要去打扰他。其实，呃，行走也一样，去到一个地方什么，我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是一个打扰。就总之会有很多很尴尬的东西。我之前去呃蒙古的时候，和一个乐队偶遇，完了以后他们就。 带我去玩音乐，我们一起用那个什么马头琴什么玩音乐，哎、<呀>特别嗨，那多棒啊！嗨到最嗨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倒一碗白酒来干了，我我,我当时就因为我真的不能喝酒，可是她一下那个失望，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都都没意义。我说、哦啊、你不喝这个，<laughs> 最后这一下子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啊，好吧。 就是呃，怎么说？点到为止，我不愿意，也不愿意太过深入，就是，呃，做一个过客，特别好那个感觉。其实当你深入进去以后，也就会发现，它其实也是不爽的，不爽的事情很多。嗯、对，就像我的我的我我我我我们有的朋友就说。 因为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一个情况能够完全如你的欲，如你所欲，对吧？就像我有朋友说，哎，我看电视有时候看一个人，前十分钟讲的挺靠谱的，我引为知己，后来越讲越不对劲了，<laughs> 就经常他不会完全按照你的那个，你像你碰到这种情况，就违不如自己的心了，有经常有吗？比如说我我以为你是这样的，我有。 那那这种会会觉得很很失望，我抽我自己大嘴巴子，<laughs> 为什么呢？就是陈坤你凭什么觉得应该他就如你所愿？你你还没有做到你自己如你所愿呢？哎，这您知道吗？就是我都没有做到，我就经常看到别人去批判别人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嘴贱，也会去跟着批判，批判回来之后反省一下就想特别想骂自己脏话。当然，在某个事件的情绪里面，情绪练习还有一个马上显现是什么呢？ 我以前一个情绪发生了，我被它带走了，可能两天。我的变化在于从两天变成了一天，有些时候可能五分钟唰就过了，或者是有些时候当下又觉得那个情绪的时候，虽然还是会刻意的吞一口气，但是我觉得我对于我一直练习觉察这个东西，慢慢开始有一些效果。<对>像刚才您说的那个“不如我所意”，从小到大啥“如我所意”过呀？我想长到一米八呢，我还想各种厉害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其实。 就是那个骗局嘛，像您说的，但是想要的没要到呢。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，就针对你说想要的没要到这个骗局，对我来说，我从小长大都是想要，我想要我爸妈不离婚，我想要怎么样，我想要怎么样。我当我开始慢慢到最后面面对的时候，我何必要想要呢？我要面对一个东西是后面怎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，我都要赞美和用一个乐观的眼光接受。 我去年下半年面对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，从客观的陈坤觉察这个情绪里面，我是知道，但是我又很享受好久、嗯、十多年以来，除了抑郁症那段时间，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的快乐感，就是痛苦啊，完了烦心事啊，你就跳不出来那种快乐感，你知道多么病态吗？有时候会的，我我也能有这个体验，是你不想出来。但实际上最核心的是这个负面的东西，有一半是让我很喜悦的，你<讲>的所以很根本。 所以我，我你你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就是等于我认为，所有的情绪本身它有两面性。对对，极<对>痛呢，实际还会带来某种瘾。对对，就某种过瘾。甚至是我总觉得有些呃艺术家呀、啊，或者说是生命能量非常强的人哈、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呃喝糖水一样的恋爱，对他来讲不够劲儿，不够劲儿就没顺利很糟糕没力度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他非得弄到死去活来。 实际上，有些时候就像你那个嘴里长了溃疡，你舔它，是吧？它是疼嘛？但是你为什么老舔它？就是好像你需要一些带劲儿的。这女的能理解吗？我能理解，我是觉得那个里头就是有种不痛不快嘛。对，<吗>你掉到最里头，你会觉得那种痛苦包围着你，你其实觉得挺安全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哎呀，还没有这个，不不要再附加一个概念。好好好，就是、就是、痛就是痛，变痛还还挺快乐叫痛快。 我觉得有些时候，就像，就像我扇我自己嘴巴子，我觉得有些时候做的不对啊。三个就挺开心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觉就像是上次我看那个阿成老师写一个文章，就说这个古典音乐啊，嗯、他说有有音乐家，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。他说你看他呢，实际上后来考证出他生前患有很严重的什么病，嗯，就极其疼痛，极其疼痛。 然后他说：“你再看他的那个音乐，那个弦乐，呲儿。”他说：“你那感觉像不像是嘬着牙花子那个疼的？<laughs> 能这么理解音乐吗？”其实有时候特别相反，有时候特别相反。相反，相反就是那个作曲家的真实状况和他的音乐是不一样，嗯、就跟莫扎特一样。<对>其实莫扎特，你看他的书信就知道，他也是满嘴脏话的。嗯，啊、呃，可是音乐就是。 就是纯天籁一一点阴影阴影都没有对。对，有的人就是相反的，你你不可以把他生活里跟他归结起来，就是每一个人表现的那个方式不一样。其实特别有很多时候，比如说大家都在说情绪什么，其实我们都是过得比较精致，呃，比较做作。我觉得还有时间去想情绪这件事情，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因为别人不知道，比如说我爸爸。 我从来没见过他任何情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他没有情绪吗？他一定有，但是他永远那个部分是不会让你看到的。当然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是艺术家就真的是不行。我觉得他要要去宣泄那个部分，要不然他可能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，反而您刚才说的那个，我认为他刚好是相反的，就是不一定他疼痛。 他写出来音乐就是疼痛的，嗯、有的时候刚好是反着的，啊、对,对<实>那也是他的解救，是吧？也等于是他的治疗啊，没错，对吧？没错，没错。所以这人的心呐、啊，就是深如海啊。你就说这个自我觉察啊，但是有没有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？哦、但是实际，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，你你刚才讲，好比说你小时候希望你父母不要离婚，嗯、对吧？那么。 这个东西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但离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了你终生呢？比如说你的对家庭的想象，或者说对于爱情的这种想象。你比如说，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就是玩这个心理的，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呃，他说你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啊，他说跟这个初恋的失败很有关系。说白了就是一朝被蛇咬啊，十年怕井绳。你比如说这就是一种影响，就永远。” 先把自己保护好了，嗯，但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很难把自己交出去啊。我我我是举个例子，我父母的离婚给我的影响是小时候就是埋怨，嗯，好，现在呢又是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是感恩。为什么又觉得我经历过这个才能创造？这是两种概念，这两种情绪概念的自我欺骗。可能我真真正的生活是，我懒得去观察，他就怎么样我都 happy，就我希望我 happy 能面对。 我如果明天出车祸死了，我也觉得应该的，我也不担心，并且我前段时间还经常跟我一个朋友讲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担心啊，这老担心啥，有点像个轻微诅咒，像自己给自己设了个套。嗯，我说我不要啊，我反正要么担心，我还不如假装乐观呢。假装乐观久了之后，他会承担另外一个圈套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二元世界啊，像黑夜跟白天的关系，自由跟拘束的关系，都、就是二元对立才创产生的。 我只不过从这样一个圈陷阱想跳到另外一个陷阱，其实我都在自己作而已。哎呦，我觉得他这个作呀，呃，很道行很深了。啊、没有,、就是、没,有没有，不是,是看书照照，所以就,就是我唯一的疑问是做到没有没有。没有啊、因为呢，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深的东西，就是呃，人呢、啊，你像我们前一阵真的去贵州，去王阳明悟道的一个地方，他就讲，就是说。 人的心里有一面镜子吧，咱们就最简单的说，就是你能不能觉察到你自己，这个很好用啊。就你比如说那个路怒啊，你这个人，比如说像他们有时候有一种犯罪叫激情杀人，激情杀人就是火遮眼了，就是那个觉察。你发现没有？只要你这，比如说你说亚东说我生气了，谁说我生气了？谁发现是自己生？你觉不觉得这里分离出一个？你只要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愤怒，你这个人就不会。 不会失控，不会失控，对吧？你看那火遮眼的都是这个没了，那就完全被情绪所主导。所以这个你要到最深的这个修行上讲，就是人就待在观察自己的那个立场上，到达最后。你像我经常拿文道开玩笑，我拿那开讽讽刺他，就是说这个，说就是到最后你对你的感受能够达到一种没有评、没有价值判断。 就比方说，他们那个到泰国那边去修行，说什么？说那个法师领着我们去那个雨林，热带雨林里啊，说那个蚊子，说蚊子叮进去了，说它是难受吗？是你概念上的难受。然后呢，你感觉它，你不要对它有贬义的，它只是有一个尖针，你觉得它刺进了你的皮肤，然后慢慢的呢，你感觉到痒，然后呢？ 这起了个包，<laughs> 就观察他，哎、呃，不要对他生出喜恶。我天哪，道理讲得非常好，高妙啊！很做不到的。对我，所以我就学文道。我说你是不是一回酒店房间，哈,哈,哈,哈就，这个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太难了。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可能古，当然古人有很多，他也。 观察这些东西，但人类现在可能真的是有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、繁荣时期。大家，全世界的人不光是中国人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我们的情绪，都在觉得我们没啥事儿可愁了，就烦恼自己的烦恼。不是，这是看怎么样定位的问题。嗯、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，可能是富足的状况。 追求精神，您的意思是这个<不>是吧<吗>？都有都有，不不，我我就是说，现在确就是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观察，当然要了。从古至今，我们都在看我们的人心这个事情。但是我就说，就挺好玩的一个事儿，说在那个耶鲁大学说开了一个课叫快乐课程，说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就一门课，几千个学生全去报。后来呢，开了就第一个学期就不开了。那就那老师说这课太受欢迎，其他老师都不高兴了。<laughs> 就是你想教授快乐。 结果你发现你导致了其他人不快乐、哎，<laughs> 这个事情太难办、哎。